电子科技一日千里，香港在这方面亦都勇往向前。香港电子业2002年出口价值超过6100亿港元，是香港第一大出口工业。港商生产的线路板已经达到国际级的水平，而香港亦都是全球十大电器出口地之一。取得骄人的成绩当然是非一般的人马。打个电话回家煮定饭先，回到去就即刻有得食啦。等我开埋个冷气先。哇，话咁快煲好咯喎啲饭，咖啡都煲好埋。我哋而家可以过啲咁舒适嘅生活，全靠就系科研人员同埋工业家嘅共同努力，帮我哋研发同埋生产一啲先进嘅电子同埋电器产品，令到我哋可以进入电子世界嘅年代。科技发达，除咗为人类生活带嚟方便之外，亦都将人与人之间嘅距离拉近。而资讯科技会系未来发展嘅重点。例如电话已经不再是传送声音那么简单了，更加可以传送图像。有个镜头在这里，如果去到哪里想将你的影像告诉你的、就是、朋友，对着自己或者对着你想要拍的东西就可以录了一个短片。如果在家里加一个镜头就可以打电话回家，就、就是、看到屋企的情况。我们这个就是应该是全世界最小的、就是、真正的开放平台的 PDA 电话。权智国际集团在1989年推出全球第一部英汉电子词典，成功建立品牌。但是随着电子消费品日新月异，现在他们转为致力发展电子手杖和手提电话，主要针对内地和香港的市场。不过竞争很剧烈，对手往往都是跨国的大财团。韩国、日本他们就是用大企业。咁啊，大牌子，咁啊，大財團咁做。咁香港咧就係另外一個極端啦，細公司 SME， 即係我哋做嘅產品咧，喺一啲大路嘢裏邊咧，我哋好難同佢鬥嘅。但係做呢個消費性產品咧，因為佢哋鬥就鬥靈活，同埋鬥咗對市場嗰個觸覺，咁所以香港廠商咧仍然有優勢。港商為咗緊貼市場潮流，款式同埋功能都要不斷推陳出新，而且要以最快嘅時間掌握到市場脈搏。权智一于在门市直接攞客人的意见，以便即时作出应变。有速销员的时候，我们不单止是卖机，更加重要的就是在里面了解客户现在的需要和潜在的需要。当我们了解第一手资料的时候，能够比日本或者韩国更加短的时间做出来。权智的电子手杖和手提电话的业务稳步发展，他们看好内地市场的前景。至於香港電器廠商，亦都想打入呢個13亿人口嘅市場。一向同歐美牌子生產家電嘅光榮電業，就準備創立自己嘅品牌。而家正喺產品設計方面多做功夫，一於肥水不流別人田。國內市場方面嚟講，因為一個新開市場，好多國際品牌咧。亦都未正式進入呢個係誒國內市場嘅，咁變咗以我一般嘅廠家能夠自己建立品牌嘅話咧，喺個生意上嘅抵觸面就比較少啲。咁喺呢方面，我覺得一個係好好嘅商機嚟嘅。香港做電器一向都有深厚嘅基礎，喺50、60年代開始，香港就幫外國嘅牌子生產電器。由於外商對產品嘅質量要求比較高，香港亦都從中不斷進步。到今日，港商在内地开设的厂房可以将电器入面的各种零件，由五金、塑胶以至电子部分，都是一手包办，不假外求，质素有保证。一条龙就确保个质量，如果有什么质量发生的问题，我们就即刻知道。
如果咧我哋要外求的話咧，啊俾人去做啊，咁人哋交入嚟啦，咁唔多唔少咧。如果佢有問題咧，我哋係會有時唔發覺。咁啊，如果我哋自己做的話咧，有咩問題我哋即時發覺，即時發覺咧就即時改善啦。不過要開拓內地市場並唔容易，尤其係民營企業係強勁嘅競爭對手。內地近十年嚟興起咗好多本土牌子，佢哋無論喺產品質素、科研水平，以至係管理都不斷提升，而且生產嘅規模越做越大。有見及此，有啲港商反而會側重國際市場。我哋唔夠內地一啲公司嚟到競爭，或者係如果鬥平，我未必夠佢平。所以我哋有一啲產品，我覺得佢哋又平又靚。的情況下咧，我哋就會同佢哋一齊合作嚟到推銷到外國。以生產吸塵機同埋電鑽出口歐美市場嘅創科實業，由初期幫外國廠商生產，到近幾年成功將業務轉型，以收購國際著名品牌自行生產為主。佢哋嘅策略係利用內地廉價嘅生產成本，然後將產品喺全球銷售，避免同內地牌子直接競爭。去年全球經濟不景，創科實業仍然有近100億港元的營業額，被國際財經雜誌《福布斯》評為全球200間最佳小型公司之一。成功之道當然不是單靠買外國牌子，而是一流的管理。Good morning, everybody, and welcome to our meeting. People from UK is here, right? People from Germany is here. People from France is here.我哋呢個係全球嘅國際會議啦，全國不同嘅地方嚟啦，有美國啊、歐洲啊，咁就主要將我哋所新 develop 嘅產品咧，就推廣俾佢哋咧，亦都同樣咧，佢哋咧就會有一啲佢哋喺當地嘅受歡迎嘅產品嚟通知俾我哋啦，咁就作為一個溝通。港商善於掌握市場信息，至於用人就兼容並蓄，因為咁樣只可以達到成本最平、效果最好。我哋最大接觸嘅人客嘅地方咧就係美國嘅，所以我哋個設計中心咧就喺嗰邊。咁我哋喺香港咧就做一個 development 嚇產品嘅 development， 喺呢度咧我哋做 engineering 同埋呢個生產。咁所以咧我哋係分工咧，呢個喺咁樣咧我哋又攞咗好多咧呢個產品嘅意念出嚟，可以較為創新啲。而家揸紧嘅呢一部车咧，就系一架环保车，系由电池推动嘅，而且揸起上嚟咧又静又快噶。而佢嘅电池咧，仲系香港制造嘅添，唔讲唔知咧。而香港嘅电子厂家咧，就越嚟越注重科研，好似电池一样，为香港嘅工业提供源源不绝嘅动力。环保电池车系金山工业集团用咗多年时间研究出嚟嘅成果。雖然由於環保電池車仍然未普及，影響咗對呢類電池嘅需求，但係佢哋覺得香港嘅電子業必須敢於創新。我哋識得入去中國開廠咧，已經唔係我哋獨有嘅條件。你日本工廠、韓國工廠、台灣工廠，佢哋都已經大把經驗入去中國開廠，甚至中國本地嗰啲公司咧，亦都學得好快。咁變咗咧。你純係入去開間工廠，話要平嘅土地、平嘅人工嚟做啲大量生產嘅低價產品咧，將來係越嚟越困難。國際間電子產品嘅角力非常劇烈，無論產品嘅目標市場係國際抑或內地，競爭都係一體化。要保持實力，就必須跟住高科技路線而走。作為全球十大電池生產商之一嘅金山集團，就積極發展鋰電池。過去嗰十零年咧，其實喺我哋個行業有兩類產品就發展得最快咧，就係嗰個手提電腦同埋嗰個手提電話。咁過去嗰十零年咧，即係其實咧呢兩個類別咧嘅電池咧，都係喺我哋個行業係增長最快嘅。主要咧都係要電池都係要體積細，要容量大，喺個電器裏邊要用得耐啦，充電要方便啦。
另外，金山集团又投资了大约800多万去购置这部生产高效能电线的机器，电线既可以高速传递信息，又能够保持稳定性。不进则退，罗仲荣感慨，香港电子业虽然发展比台湾和南韩早，但由于八九十年代忽视科研和人力培训，所以目前科技发展落后于台湾和南韩。哪个地区人才多，人才培训得快，人才的水平高呢，我相信那个地区就会跑赢。香港已经意识到科研的重要，虽然电子业和电器业的生产基地都跟随大气候北移，但是香港仍然扮演重要的支援角色。下一节再讲。左睇右睇都系咁靓喎！我唔系讲紧我自己，我讲紧我后面嘅电子荧幕解像度够高，即使喺强光底下咧，都系睇得清清楚楚啊！喺外地新发明灯胆之后，人类用灯胆照明已经超过100多年咁耐噶啦。不过到咗21世纪嘅电子年代，照明嘅方法咧可能有变，到时我哋可能唔使再做电灯胆啦。这些国际盛事透过大型屏幕活现眼前，屏幕是由几十万粒以至几百万粒精细的发光二极管组成，即使在猛烈的阳光底下或者是从侧面去看，画面一样那么清楚。韶光科技就做过全球最大的广告屏幕，面积有500平方米，他们对品质控制要求非常之严格。如果啲顏色係唔能夠配合到佢嗰個顏色嘅要求咧，可以咁講就係話咧，佢要一個紅嘅，我俾到個橙色俾佢嘅，完全咧對佢嗰個形象上邊咧係完全破壞。咁而好多好重要嘅日子，例如香港回歸啊、千禧年嘅倒數嘅項目啊，如果喺我哋嘅產品係唔可靠，而係會有任何差錯嘅話咧，會影響成個節日嘅氣氛。我諗任何嘅客户佢都唔會接受。发光二极管属于高科技产品，里面的芯片技术是到近几年才有突破，但是价格昂贵，为了研究怎样可以提高质素和减低制造成本，韶光科技除了设立自己的科研部门，也都有赞助本港一些大学进行研究。你跟人家买芯片回来，那你都要计算数啊！我是自己做成本好啦，定是即系我买翻嚟着数咧？但是咧，人哋公司俾咩你啊？俾咩你？咁你如果你话有啲咩新谂头啊，设计个新嘅芯片啊，咁我哋大学可以帮你试下嗰个设计。喺日常生活入面，我哋都有机会接触到发光二极管，不过由于价钱贵，同埋技术上仍然有待改善，所以仲未普及。不过香港的学术界正在努力当中。寿命长，悭电。如果我哋换晒用 LED 嚟到做 lighting 咧，就有10年内我哋唔需要再建做发电厂啦。你灯泡，你1000个钟或者1000多个钟咧就要换啊嘛。咁呢啲LED 咧，如果即系你生产得好嘅话咧，应该有100,000个小时。韶光科技对于业务前景亦都感到乐观，目前他们的客户以海外为主，生产在内地，但总部就设在香港。除了因为香港可以在科研上面作出支援之外，还是非常保护科研的成果。From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andpoint, China is not quite safe if you want to have trade secrets, but Hong Kong is safe, and Hong Kong isplace that good engineers like to live. 回顾历史，香港初期根本没有自己的电子科技研究，直到60年代外资来香港开设半导体工厂，
先至間接培養咗一班本地人才。譚錦豪、蘇章盛同埋曾銘培就係香港早期嘅電子工程師。最得益咧就係喺嗰個工廠個廠裏邊做，因為佢外國人咧，佢都係佢又有培訓啦，有其他嘅嘢，佢都係一個比較開放啲。你盡量你學得幾多，你學幾多，而唔係有保留話唔俾你去學嘅。最怕你唔肯去做嘅啫，啱唔啱？李沙偉本地姜後嚟合組公司成立伊利安達，憑住努力喺1972年開發雙層線路板，造就咗日後嘅電子計算機、電子錶嘅蓬勃發展。佢哋喺業界被稱為電子三劍客。雙面線路板咧，就係因為佢個兩面嘅嘢，好似我哋而家香港嘅行車天橋或者係海底隧道，用地面嘅條路就加多條路，即係雙倍嘅地方咧，可以俾你行兩面咧都可以俾你擺電子零件，所以咧你將體積咧就縮得細好多。線路板就好似電子產品裡面嘅血管，負責傳遞信息。目前伊利安達已經可以做到一塊有30多層嘅線路板，以配合電子產品功能多多、體積細細嘅要求。他哋在內地一共有10多個廠房，規模都非常現代化。你看到咧，我哋呢度嘅生產工序咧，好多咧係用機械臂嘅，所以唔係話上面嘅人工平咧，我哋喺個自動化方面咧，我哋減少投資。咁啊，好多人都話嚟到呢個廠咧，好似翻到去呢個嘅美國嘅直谷咁樣。咁呢個我諗都係嘅。雖然生產基地已經北移，伊利安達並冇忽視香港嘅角色，而係將香港同內地分工。呢度係伊利安達喺香港嘅廠房，生產一啲高增值嘅線路板。如果我哋去將呢部分嘅去咗大陸，佢嗰個經驗唔夠，咁佢可能到時做咗出嚟嗰個次貨多咗，咁多咗你咪得不償失。香港政府一直希望可以發展高增值嘅工業，而電子類嘅製品係最有呢方面潛力嘅項目之一，所以政府亦都從旁協助。Apple, basketball, think, basketball, calendar. Bingo. 原來我英文和普通話水準係差唔多嘅喎。呢一部發音遊戲機咧，其實係測試你嘅英文發音準唔準確嘅喎，係香港科研人員開發出嚟嘅成果，再同廠家合作。咁講到香港工業未來嘅發展咧，當然就係走高增值咧同埋高科技嘅路線。但係點樣可以減低開發嘅時間同埋成本呢？相信科研機構同埋廠商互相合作將會係一個方向。Bingo！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在2001年成立，是政府资助机构，目标是提高科研，开发高增值的产品，再同厂家合作大量生产，促进本港工业迈向高新科技方面的发展。如果我摆一个研究落去，一年或者是年龄出不到个产品，那业界就不会摆精力落去，那在商言商，这个是正确的。那而比较长远的科技发展，譬如说3年五年才有科技成果嘅，咁呢啲咧就香港嚟講咧就係冇人做，亦缺乏咗嘅。咁而正正咧就 ASRI 咧就希望可以扮演到呢個角色。應用科技研究院目前主要研究光電、集成電路、無線通訊、軟件開發同埋生物科技呢5個領域，而且網羅咗世界各地嘅科研人員。湯復基就係從美國回流翻嚟嘅香港人。呢度做緊就係研發嘅工作。主要都研發工作，咁咧就你知我做緊封裝啦，咁尤其我哋做一啲最尖端科技，即係最 latest 嘅封裝嘅技術。應用科技研究院亦都設有自己嘅生產線，嘗試將研究成果生產出嚟，測試一旦大量投產嘅時候會唔會出現問題。做樣本嘅數目咧，即係要幾百隻啊，咁樣睇下佢個程序邊度出錯。咁其實呢個程序係特別重要，因為如果我識做某一啲嘢，咁你識做一隻兩隻，唔係等於可以識做100隻，唔係等於識做1000隻。咁即係個程序嗰度咧，就有乜出咩錯啦，咁呢個就要 refine。攞出嚟試下，慢啲，慢啲。應用科技研究院將研發產品商品化，而大學就喺理論研究同培訓人才入手。科技大學嘅納米材料研究所就係得到政府撥款同埋商界注資而成立。
纳米是十亿分之一米，任何物质在这个极微细的体积时，本身的物理和化学性质都会改变。科大成功从燃烧汽油提炼出纳米碳球和碳管，在电子工业上可以广泛应用。一樽很便宜很便宜的东西，只有燃烧汽油而已，一堆碳出来。咁在呢個碳呢個一堆碳之中啊，我哋再要揾翻出嚟，就係碳六十、碳七十，依度咧大約有六個克，就係 C 六十。咁咧每一克嘅大概係$50啦。C 七十咧亦都係有藥用啊之類咁樣啊 capacitor 啊 display 啊咁嘅用途嘅。依度咧就賣到$350一個克美金。纳米碳球和碳管可以应用在高科技的电子产品，例如显示器。如果香港能够将纳米技术发展成熟，就可以协助电子工业走向高增值路线，对于香港经济转型很有帮助。电子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人类生活无论是起居、饮食、娱乐、消遣，甚至乎是玩具，都讲求科技化。咁下一集我哋就会介绍香港新一代嘅玩具同埋塑胶业嘅发展，拜拜。